Hello，你们好，朋友们。今天呢，我来录一个新的影片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要来玩这个我最喜欢的挑战模式啊，这个最喜欢的游戏模式啊，这个2v2挑战啊，刚好有这个2v2挑战可以玩。你们应该可以轻松的判断出来我有多喜欢这个模式啊。这个模式就是充满了惊喜感啊，你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就是。非常符合这个皇室战争，魔性开心的对决啊，这个游戏介绍，我们出战的卡组是超级羊啊，最好，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来一把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加油啊！这是谁？FR Kairos，好，加油！这是什么？我来。队友，你还好吗？Hello，队友，好，队友拿出了蓝胖啊，拿出了蓝胖，他出不出？十费了，兄弟，十费了呀，十费了，你怎么不出牌？十费了，他在干嘛？是不是玩墓园的都不喜欢出牌啊？就是即使已经开打了，也要等到加倍才能出牌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？我一打三是吧？兄弟，你该出手了，我没费了。兄弟，该出手了呀！兄弟，Hello，还有，怎么说？兄弟们，给你们上演一种一打三啊！一打三能不能赢？一打三赢不了，兄弟，我再怎么强也不行啊！我再怎么强也打不过三个人啊！你的队友离开了队长，哇，天哪，谢谢你啊！我要是没有你的提醒，我真不知道我的队友离开了队长。怎么说？这见不了。好吧，我要用我机智的脑袋想出怎么对抗这一波。这一波女皇肯定不够。女皇，但只有我只有女皇一个选择。真二 v 二还得看我 Kairos 这种队友啊，其他的队友太少见了，都不够看啊。怎么说？一打三能砍到只剩20秒，是不是挺厉害的？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行吧。但是呢，哎，我有令牌，哎，我有皇室通行券，我有皇室通行券。哎，Kairos，你以为你能坑得了我啊？我操，6700，6700玩挂机，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这，来，接着来。日本人啊，日本人根据我们经验，日本人都很厉害。来吧，来吧，一个电塔，电塔我可以直接放个幽灵溜过去。队友是玩电车的，这波先电一下，然后我踩超旗，然后超旗没有踩得很好。差不多了，超旗踩得好一点，可以两个都踩到。来，劈一下！哇，这个飓风聚得好，真队友还得看我日本人，神队友还得看日本人呢、啊。哇，这日本人很强。好，一塔拿下来，一血没掉。真队友还得看我这个，哎，这日文不会念，很可惜啊，不会念你的名字。绿胖，
烟花。这个绿胖打烟花挺好的。好，大电劈没问题。哎，补一手超级性伤害。好，哇，这个啊，点真配合，真配合，还得看日本队友。我的天哪，日本队友太强了。来看，收掉他，结束这个模式。哇，日本人，这是刚才那一位吗？我的天哪，有缘啊，兄弟，有缘啊！他这个日文好像差不多，跟刚才那个名字差不多，还是玩电车的，所以我应该可以认为他是同一个人。兄弟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怎么不出牌？嗯，他要出雪球吗？他十费了，好，十费了。他滚木滚掉，我手里有一张大电。P， 对面有个水人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个队友怎么？这把打得这么，不激进啊！这不像是个电车玩家，电车玩的这么保守干什么嘛？哇，同时下两只龙，这波费用我打空了，有点危险。黑王全吃。OK， 皮卡，哇，这波他出水人了，我先劈他一手，把这个雷龙给他劈了，哇，雷龙劈不到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牛。原来是这样子，他们垫了一堆避雷针为这个雷龙避雷，然后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日本队友一个飓风给他聚走了。哎，可惜呀，只可惜你的队友不是日本人啊。好，破了，他拉主塔吗？狂暴皮卡能拉住塔，拉不了。OK， 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顺利 ，very easy。哎，看到没，朋友们，9-0啊，一把没输，看到没？哎，挺顺利的啊，兄弟们。那么这次先到这里，是吧？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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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